豪神游属相王国。国光光芒，恭喜进入二十二强。您现在收看的是汉天卫视 HGTV， 立足于南加州的汉天电视，从2005年创立至今，以全新思维挑战市场，顺利建立品牌形象。我们以精彩丰富的综艺节目为主轴，搭配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海峡两岸新闻以及高品质的戏剧节目，全天候24小时播放超过8000小时的节目内容。从2009年起，陆续新增的超级偶像、海外甄选、好莱坞娱乐动态。你好 ，HGTV， 我是张东健。My name is Danny Houston. Hi, I'm Kate Bosworth, and you're watching HGTV. 北美地方新闻。以上是记者尚伟慈来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洛杉矶采访报道。以上是记者陈阳勋来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以及电视购物节目，更是广受南加州华人社区喜爱。目前汉天电视业务也正在持续扩充，不但摄影棚正式启用，也持续新增自制节目。而从2010年10月开始，汉天电视也正式开展与麒麟网络电视平台的合作关系，收视范围不但扩及全美，更是目前南加州收视率成长速度最快、最有效率的电视频道。未来全美国的观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汉天电视收看到最新最好看的综艺节目，例如超级偶像。国光帮帮忙。国光帮忙。孙鹏被呛没种，当场找宋一鸣单挑了。型男大主厨。欢迎各位主持收看型男大主厨，大明星来下厨。钻石夜总会。钻石夜总会，奖金满天飞。我们爱旅行。真情部落格，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我是李冰玉。中港台最受欢迎的戏剧节目如《惊纬天地》《天仙配》，女儿是来伺候你的，你还怪罪我。啊，茶馆，奎子，把唐先生的账拿来。王大文，我不是。贞观长歌，臣接旨。以及荆轲传奇。品质优良的教育节目考古中国。百家讲坛。刘邦在乌江逼杀了项羽。国家宝藏。十八尊罗汉投降，离奇被盗，他们能否重归故里？寓教于乐的卡通节目神兵小将。正义天下掉下个猪八戒，八戒心肠不坏。金丝猴神游属相王国，金丝猴动画片片播，以及三毛流浪记。汉天电视不但致力提供全美华人最优质的节目内容，更是旅美华人家庭建立生活桥梁的最佳管道。我是刘根红，我是 Vivi 王婉菲，我是真情部落格的主持人李金玉。So be all the Far East Movement FM in the house。我是超级偶像的丽晶，我是曾国城。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夏雨茶茶乔，我是方大同，我是薛凯欣，我是陀东康。您现在收看的是汉天电视 HGTV 汉天电视，汉天电视，汉天电视。汉天电视。